现在是10:30，所以非常的晒。我真的觉得这个防晒膏超好用，就是我从日本买的，就是它非常的服帖，不会很厚重的感觉。然后我是买最深色的，可是擦起来还是很白，它有很多色号，然后我这个是最深的，可是还是白白的。好，我今天给自己的冲浪的目标呢，是因为我现在的习惯是下浪之后我会一直拨水，就是一直用桨滑水，但是这个动作其实 是有点多余的啊。我应该是桨只是下浪之后桨只是辅助的功能，我也不是要一直滑它，我应该要靠身体的动作去做加速啊，或者是做一些动作这样子。所以我今天要练习不要太依赖桨，然后跟我的脚的动作，前脚不要乱踩。对，我前面的影片可以看得出来，我的前脚就是会移来移去。那我现在要慢慢改这个坏习惯。然后我下礼拜十几号会有2张板子来让我试用看看，因为是朋友的二手的板子，然后板子更小，浮力更小，所以会有2张不同的板型，然后让我做比较，然后再决定我要买哪一张。所以等一下我要好好先练习现在这张板子。我现在这张板子用的是7尺6/80公升，然后我下次来的板子好像是70公升，所以我要先更习惯现在这张板子。好，那就准备下水咯。Thank you.